哥俩起了争执，小杨哥为了娱乐效果，竟在众目睽睽下对哥哥动了手。你相信爱永不会绝迹，小杨嫂子的下落。别哭了，传奇。我不下一秒小杨嫂子做法，直接爱。你妈，你怎么回事？妈，你怎么回事了？坚决放弃，努力燃烧永不。啊，就是很多人问我这个三只羊网络这个账号啊是做什么的，就是更新一些我和我哥在公司的日常。 啊，比如说，我现在去看蛋哥啊，在干什么？你看，蛋哥的睡觉。是吗？这个生煎猫，你一咬，喷汤。我试一下给你看，行不行？ 哎呦，我的妈！这，你看看，你开什么玩笑？对呀，喷汤，这怎么那么烫？这个刚做好的吗？刚煎的，尝一下。我的妈嘞！你那样，你有没有点出息？那么多人在看着，直播100万人，你看着来。我的乖，这个有点烫啊。好，我来尝一下。 就那样烫，你慢慢吃不行吗？一口一口吃，非得一样一口吃。哎呀，你烫死！哦，去拿个那个，把拿个那个过来啊！就拿一瓶水，拿个大瓶，这个里面，就拿一瓶，拿瓶当，当着。大瓶，拿个大瓶的，在里面吗？里面。 你在干嘛？哎呦！咦！喝了，这拿走，拿东西，拿东西，我的汤没喝，拿东西，你喝了你。哦，你那个汤，哎呀，这汤，来来来，进口的，我的兔子，来，我要尝一尝。别先别，来来吃口吧。 吃的不能浪费，啊！吃的不能浪费，啊！我们啊，下一个。就在昨晚，小杨哥带货吸尘器，品牌方自信满满的端来一大缸水，表示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吸尘器的吸力。结果被疯狂打脸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上不来啊！你都没按你，你看你就是，还不如我嘞。水压好，停，好停。我这个水压好大呀！啊，这个。 我这个人有嘴气啊，是的，你得我死。哇，看着确实不错，好，好，好。嗯，这个水压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水压还是很大，这人一般是吸不了，真吸不了，不卖了，下一个。 三个月我都没有卖过这个，几个月我都没有卖过了，三个月没有卖，不敢卖，是的，我一卖我就不知道说什么，是的，我为什么不卖了？是的，因为我一卖我不知道干啥啊？给个面子，真要给个面子，这个东西我需要，咱们控制好，控制一下自己的心情，对，啊，要控制好控制一下，好，对，控制一下评论区，我们控制一下这个评论区，控制一下你们自己的心情，杀，杀，不说不说，骑马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就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杀骑马。 杀骑马的意思是杀鱼骑马叫杀骑马，你不卖了，你回家吧。杀骑马不分公马母马，不分，它跟马没关系，它也不是马肉。大家都在说什么马来？好了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杀骑马，我们掰开看一下啊。好。 好，我们把这个杀骑马给大杨哥尝一尝。啊，这里面有这个什么坚果啊？什么坚果根啊？还有葡萄干？对，坚果。好，如果接着想，这直播间我们39.99能买几个？39.99能买。啊，能买几个？能买。你别说话了啊！
小杨哥直播卖素牛排，被问牛上过大学吗？公牛母牛，我问你黑牛还是白牛？这牛读过大学吗？这年头连牛都要上学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啥呀？这啥呀？手撕素牛排。素牛排的都不是牛排，素牛排拿来。老铁没有。这个很好吃啊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你看你看你。嗯，这个真筋道，哎呦，不错哦，一共是三十包左右，公牛母牛跟牛没有关系，那为什么叫牛吃了？一个字，我问你，黑牛还是白牛？这牛读过大学，这牛有户口吗？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牛有没有痔疮？什么口？牛的哪个部位？这是几条？我兄弟，这不是牛排呀、啊！对，辣，微辣的啊！我的个娘！见过吃螺蛳粉起飞的吗？好吃！你俩这是打算飞升啊？柳州螺蛳粉，美味螺，美味螺品牌的，他们做螺蛳粉的。我女朋友、我妈都喜欢吃这个，但是我个人我不喜欢吃，因为我觉得它确实臭。我第一次闻到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家好像谁家的屎一样。天哪！大哥，你在我这边不要刷脸，因为我们不是，就是要食物的。我信你个鬼！爹，不要刷，行不行？在我这边千万不要刷，因为我爸真的很难过。我有多难过呢？兄弟，你刷一个，我给你看我有多难过，行不行？滚扳手吗？兄弟啊，螺丝它不是螺丝头啊，不是你说那个螺丝帽，不是螺丝帽，是螺丝粉，螺丝粉的螺，螺丝的螺，螺丝的丝。啊，那我什么？那么冻梅啊？马什么梅啊？臭不要脸！哪家钢厂产？兄弟，这是食品工厂产，这跟钢厂是要螺丝、啊、一点。都没关系，我不乖，乖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受。作为一名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绝对是受不了了。你作为一名主播，你得对呀，这点小事你看就那样了。还是小杨哥沉得住气呀、啊？需要用牙签吗？我也受不了了，呸呸呸！八十分。你这有这么臭吗？你在那边你这样弄别人什么叫那个翻台？我真受不了，里面有十二包调料，我就吃这玩意儿，好吧，我就不吃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吃不吃一口不买。今年的